评论区要的巴黎世家，给你们开箱。防尘袋、说明书、鞋带，这个鞋太大了啊！这个鞋盒让我感觉有距离。先看鞋型，外观啊，老爹鞋，这个弧度是有的。老爹鞋除了穿起来舒服、外观时尚，它还有一个基础功能，就是自然增高。你们看，穿上去之后啊，你会觉得你腾空了。这个鞋的设计啊，细节非常到位。鞋码处呢是光面皮，鞋前头呢是磨砂皮，然后网面它是一个拼接设计。鞋垫呢海玻璃，也是稍微偏厚的。这个是无胶的，它跟普通的比如洋基啊、真豹大底啊那种踩屎感的回弹是不一样的。它用的是橡胶大底，之后中底用了一个非常厚的透明气垫，它是你脚掌哪个地方用力了，你就会感觉哪个地方有软，然后但是它有回的感觉，就是没有那么的泄力。这是巴黎世家的 DNA 做工，这种拉帮很细致、干净、均匀，没毛病。看它鞋底中间这一块是透明的一个橡胶，能看到里面的气垫，别看它透明，它很耐磨的，很抗造的。这一款 Triple S 系列啊，它的配色有很多，给你们上图。再看穿搭效果，洋气吧，时尚吧，潮流吧，还想看什么鞋？评论区告诉我们。